下暴雨了，这可能是老天爷流下了眼泪吧。这几天上海不断上演离职操作，上演大戏。昨天嘛，刚刚把门给封了，铁栅栏。今天嘛，又发药，发了好几次了。什么药呀？这是啊？这什么药？这是？我们都是阴性的，是发给阳性的吧？你发一次两次就算了，你发这么多干嘛呢？啊，每家每户发这么多，发这么多，每一天这么多，有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有什么用呢？看不懂。我们现在缺的是物资，是菜，是吃的。给我发这些干嘛呢？搞不懂，真搞不懂。